Unparalleled in the world. The president of the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told me at the opening that, and she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and worked for many years at the Textile Museum in Washington, D.C. She said, an exhibition of ethnic textiles of this quality has never happe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在中国国内还有在其他的地方政治的博物馆看过不少的这样的展览但是从展品的质量最好最这个技术最细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展览。2008至2009年间， 一场名为《真笔线墨》的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织绣艺术展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巡回展出后， 焕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这个展览的主创者是来自台湾的黄英峰先生。20多年前，当第一次有机会踏上中国大陆的这片土地时，他的足迹就落在了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 在贵州，他邂逅了苗族的刺绣。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的民族刺绣文化土壤肥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这里的姑娘们从4-5岁起就开始学习绣花，可以说学习刺绣是每一个苗族姑娘的必修课。 而小伙子们在物色心上人时，也会将女孩的刺绣水平视作重要的衡量标准。20年来，黄英峰走访了中国贵州少数民族的各个村寨，针对这里的服饰和日常生活器物进行田野调查、标本搜集，并从事着对民族织绣技艺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2011年的春天， 黄英峰再次来到贵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到台江县的施洞镇去考察记录当地的破线绣，并看望一位多年的好友。哎，大姐，发现这？哇，好久没看到你了。好久不见，进来坐。这两天天气冷吧？对，好像昨天有下雪吧？啊啊，哦，还好有这个活，挺好的，很暖。你们像。对，你看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带去美国展览的，你记得吗？这个是我们施洞的。是啊，是我特别拿过来给你看了。哦，这个我们施洞东西现在已经到国外去，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图案了。嗯，你看这个都是。吴大姐住在贵州省台江县的施洞镇。 这一地区的苗家人常用破线绣的技法来制作绣衣。还是破线嘛？这种绣衣还被认为是苗绣当中最精细、最华丽的。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两条。破线绣是把一根正常的丝线破成8到16股细线，再进行刺绣。像这片这样子，你绣这片要几天？这一片需要10天。哇，就要10天了。 那如果说这样子，这片呢大一点的这个，大一点，这个要绣1个月才绣成。1个月。照这样的精细程度来制作一件盛装，少则耗时4-5年，多则一做就是一辈子。由于耗时太久，往往一件绣衣盛装是由祖孙几代人共同完成的。 苗家人做刺绣时有很多禁忌，娃娃哭的时候不能绣，青蛙叫的时候不能绣，手上有汗的时候不能绣，等等等等。他们有明确的风俗来排除刺绣时的杂念与干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苗家人做刺绣如同禅修。
在全然忘我的状态下绣制出来的才能是精品绝品，所以每一件苗绣都是唯一的。苗族的这整个的服饰的形态来讲，大概是所有民族当中服饰形态最多。目前按照我们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大概有将近200种。苗族人把盛装绣衣视作神衣，他们认为手中的每一针舞动都是在神灵的注视和牵引下完成的。他们所刺绣的图案也与现实生活场景无关，刻画的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相传苗族人的祖先是由蝴蝶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亲切地称之为蝴蝶妈妈。而这也是为何几乎每件绣衣上都有蝴蝶图文的原因。在苗绣当中呢，有一个特色，它往往把历史传说故事绣在他的服装上面。传统的苗族他没有文字，但是呢，他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照样可以把他们这些很丰富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故事把它刺绣在这个服装的图案上面。它有点像是一部活的历史，还不断的在穿在身上，所以也可以说是活的史诗。对，你在编带着啊。正因为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在文饰上有出乎寻常的创造力。如果你能深入地了解苗绣的各种技法，便会发现它完全超出了你对刺绣的想象。一般我们称为皱绣，是因为它其实是编了辫子，再把辫子一折一折堆叠起来之后，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皱褶的一种绣法，我们都称为皱绣。如今随着苗族服饰收藏热的兴起，苗绣早已享誉海内外，成为观赏收藏的艺术精品。同时，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眼下已成为全人类的课题。在传统渐行渐远的今天，苗绣的传承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那你绣花是跟外婆学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哎，是一代教一代嘛，是我外婆学的嘛。那你的女儿有没有学会绣你的花呢？她没读书啊，又有打工啊，那个钱啊，她没不会绣好多。绣这个没得吃，打工得钱多的。哦，得钱多一点，所以她不喜欢绣花了，是吗？不绣花了。出于对苗绣手艺失传的担忧，黄英峰走家串户的记录下一位又一位绣娘的技法。他说，如果真的到了失传的那天，希望自己拍下来的这些资料能够帮助人们重拾苗绣的文化。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许多热爱苗绣的人士共同在为抢救这项文化遗产而努力着。My big final dream is really to develop an educational website that can be posted on the gallery website from now forever. The wonderful dedicated preservation of footage from video and print that Franklin has done, I can envision a really wonderful educational program. And again, this will be a way of sharing the exhibition to the world.
博物馆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小众的事情，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大众来探索来探讨的一个事情。就像这些苗族刺绣这些东西都是苗族的妇女来制作的，这些刺绣的苗族妇女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贵州的大山，但是我觉得她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生命的这个认知，好像她们有一种自己的和她们融入一体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苗族的历史文化，体会一下苗绣给你带来的乐趣，就来贵州旅游吧。苗家人热情好客，你不但可以很大方地走进当地百姓家，与绣娘们聊聊苗族的历史，学学简单的绣法，还可以在定期的赶场里淘到一两件精品绣片，带回去装点生活。苗绣是一部无字的天书，这是苗族群体记忆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有那精美的纹饰，高超的技法，有那千年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而更可贵的是它承载着苗家人的那颗虔诚的心。